小家伙啊，17天了，眼睛都睁开了，出去吧你。哎呀，这小家伙眼睛睁的可不可爱？呦呦呦呦，呦呦呦！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，这几只小家伙可活跃了，看看。个头真的长得很均匀，很均匀。这小模样简直跟威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要拱哪去？要拱哪去？这里边有一只小家伙，很凶很凶的。就那俩，活动活动，活动活动，摸一下，很结实嘛，小体格子。那你呢？看这小家伙，看小家伙，看这小模样，像不像小威力？咯叽咯叽咯叽，咦呀，自主排尿排的不错啊！你俩呢？你俩呢？哎呀，这小狗现在看见它就想摸一摸，抱一抱。来啊，看看这小眼睛睁的怎么样？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小宝贝儿。这几个在这干嘛呢？你是谁？还凶我呢，你看没？一摸还凶我呢，就是有一只小姑，应该就是他，可凶可凶的了。呀，挺美呀，在这趴的。嗯？美不美？会开始咬着玩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六只小家伙，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开始闹了吧？不一样了，一天一个样。晚上要起小性格了。谁也想啃谁一口，他们，尤其是他俩。哟，几乎啊，这六只几乎都睁开眼了，就是有可能看的不太清楚，但是都睁开了，都开始闹着玩了。可爱们越长越像威力，呦呦呦！你眼睛还没看到呢，你就开始咬人家。呼呼呼，呵呵。哟，这大头，哎呦妈呀！还撅着屁股上人家在干嘛呀？你说？
每天他们都会就这样闹上这么几分钟，吃饱之后基本上肚子也离地了，开始慢慢的会爬了。你就这眼神看着我干嘛呢？你看这个家伙长得更像威力，这个小家伙。